纽约州健保市场与新唐人媒体集团合作，于本周六11月30号早上11点到下午3点，在法拉盛市政厅举办第二场健保市场注册咨询会，免费入场，欢迎民众踊跃参加。纽约州健保市场官方代表陈敏敏会在现场为民众提供相关的健保信息，并回答民众的问题。活动还会邀请健保公司代表和神经内科医生进行讲座，为民众讲解新移民法案与健保以及腰椎病方面的问题。现场也有众多免费的健康检查、义诊、抽奖和儿童古装拍照等活动。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